生一世永相伴，神仙抬头谁主看。完全不假思索，没有在考虑的哦。来，你可以哦，主办 OK 吗？啊，好吃吗？啊，很好很好。Round two， 一生一世永相随，谁头低的越低，谁往前。你管他的人就好啊，一切就掌握在手中，可以吗？我第一次看到现场那么激动，趴在地上的哦。日前，一名婚礼主持人蔡雅婷婷婷上传一段逗趣的婚礼片段，主持人要求夫妻对拜，并且出奇招决定婚后的大事。只见新郎主动揽下所有事，在管钱方面也不退让，甚至秒趴下赢过新娘，让全场哄堂大笑。来，夫妻对拜，三鞠躬。好，这个要注意几套，一生一世永相随。谁头低的越低，谁管钱。这个请示，你可以请示，谁让他管钱？你老婆看不下去了。好，大管人，你管他的人。